Yuta 不定期更新的小短剧日常。如果约会在下午两点，刚去法国时。喂，我到了，你们在哪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到呢。我们刚出门，刚上地铁啊。在法国一年时，约下午两点，差不多两点出门。特旅，我到了，你们在哪？我们还有30分钟。果然还是太天真了。在法国十年，下午2:45。Bonjour，c'est pas grave，没关系。我已经在附近找了个咖啡厅坐下了，我发个定位给你啊。马铃薯篇，刚去法国时。宝贝啊，在法国有没有好好吃饭哦？妈妈老担心了。妈咪啊，我想回国，不想再吃马铃薯了。在法国十年。宝贝啊，不要老整那个马铃薯哦，好好吃饭啊，妈妈老担心了。不一样的马铃薯，这个哪里不一样了？大前天吃薯饼，前天吃薯泥，昨天吃的烤薯块，今天晚上啊，薯条啊，跟你说啊，吃饭去。居然被马铃薯成功支配了。和法国朋友去点餐时，不搭，中午你吃什么？我要沙拉的 milkshake s'il vous plaît, fries。不搭，你喝什么？我点了呀。Non, c'est le dessert. Non, c'est pas le dessert. 那你觉得珍珠奶茶是甜品还是饮料？Bubble tea, bubble tea, c'est le dessert aussi. 你们觉得算什么呢？